OK， 望中間大機，好，好開心嘅。好，跟住我就三二一七一齊懟佢啦！三二一，好，有分冇有分啊？好，祝我哋繼續生意興隆啦，越開越多分店啦，裝修越嚟越靚啦，咁樣咁咪。咁兩位可以俾個心心講錢，呢個得，呢個得，好，再嚟多個啊嚇 ！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多謝多謝。係，咁當然好開心啦，因為我哋真係去今呢間都算第八間分店啦，同埋最緊要我哋開業十週年咯。因為其實而家做生意係好難嘅，開業係最難，堅持仲難，咁所以就都好高興我哋繼續可以喺咁惡劣的環境之下再開分店啦，因為銅鑼灣咧有個好處就係、香港區啦，咁就啲文化全部都會真係都對於我哋嚟講係所有嘢都 high fashion 啲啦，著衫又靚啲啦，身形又靚啲啦，啲人係好中意扮靚，更加中意扮靚，所以我哋更加、一早想喺銅鑼，其實我哋之前已經銅鑼灣開咗噶啦，只不過我哋係開咗兩間 mix 埋一齊，再開一間再大啲嘅，因為呢個因為呢間係大家睇到啦，佢有海景啊各方面會再 upgrade 自己嘅鋪頭咁樣咯。我覺得好靚啊！呢度，因為我其實開業之後，我今日其實係第一次上嚟呢間新鋪頭，咁我都覺得好大好靚啦。跟住啱啱更衣室咧，又見到其實佢哋都整咗好多打卡位，即係相比之前嗰啲，其實完全係全方位嘅 upgrade 咯。咁就再大啲，咁我相信各位客人做 gym 嘅時候都會開心啲啊！因為我哋其實公司不嬲都係有女性專屬嘅健身室嘅，咁特別係呢一間啦。咁我覺得女仔如果做運動咧，係冇其他男性嘅客人嘅話咧，其實會做得比較安心啲。即係你知道有時女仔做 gym 嘅時候，可能個面目都比較辛苦啲，因為好重啊，係啊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如果冇男性嘅客人咧，可能會自在啲咯，即係自己再做得放啲。我覺得最主要係男朋友同埋老公會放心啲、因為始終都驚啲。靚仔教練啊嘛，靚仔教練真係少少壓力噶嘛。雖然都相信個女仔，但係即係揀翻女仔會好啲啦，同埋冇男仔會更加安心啲啦。其實我自己就最中意係練臀部嘅，即係臀推啊，或者係 deadlift 嗰啲咯，即係真係重量訓練，但係主力都係練臀，因為我覺得女仔如果個 pat pat 翹啲、趌啲嘅話咧，其實成個體態個 shape 係會靚啲。啱，講得啱。是啊，因為我們都挑選了很久了，真的拿七位數字去簽一個代言人，因為這間裝修都很貴，大家看到很漂亮的裝修都差不多成五六百萬，我就覺得不要浪費了這件事，想找一個很 fit 又漂亮的代言人，今天要有身形之餘呢，真的又有 pat pat 又夠翹啦，又有腹肌，其實很難找的，那我找了這個馬來西亞女神回來了，那放心，香港女神在我旁邊，不是，我都很喜歡 Miko 的，我都是她的小粉絲來的。最欣賞她的就是因為她很努力，這個女生真的很努力，為什麼會這樣說呢，我跟她吃過幾餐飯，她真的所有東西都不會吃，跟著就 Exactly 自己有時拿個雞胸出來吃，或者我們吃嗌飯的時候她說要個雞胸酒皮酒汁的白飯，跟著我心想哇，這些是我十幾年前 model 的那個思想來的，就是要什麼保持個美好的身段，所以這個思想是買不到的，真的就算叫你做任何一個人捱不到十日就會打回原形，所以他這一點是很值得欣賞的。當然最好啦，最好就是香港十八區啦，不過我們做完了，最要目標就是人要向上望啦，有大志啦，最好就去到上市啦，即 全世界都未有一間健身上市，希望我們做得到這件事啦，所以就向遠點望，加油加油加油。十蚊老婆啦，系咯，你哋兩個做，你哋兩個做，你哋兩個做，兩個做，你應該啲勁啲，好，冇啦，冇諗諗唔好啊，珠筆禮佢哋做得唔好，女仔做心三，哦，好啲啊，咁啊得，咁啊得錯啦，都係唔好，一二三。
我哋咧今次更加重金禮聘馬來西亞嘅新晉女神 Miko Wong 啦，做我哋 Wow Fitness 同埋 Wow Beauty 嘅首位代言人。咁我哋有請 Miko 出嚟同我哋幾位老闆簽份約先，有請 Miko。OK， 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唔好影相住，因為我哋準備咗一個特大嘅合約，就等 Miko 同埋我哋咁多位老闆一齊簽嘅，我哋拎份合約出嚟先。我哋一二三一齊開啦！嗱，一二三，開！哇！恭喜曬，恭喜曬我哋老闆，咁多間分店開張，我哋哇！嗰支流血，我 Miko 你嗰支，小心啊！個地板好貴嘅，依家要你喺度抹地啊，老細。我哋一自吹，我哋影咗相先啦，影咗相先。好，咁我哋數三聲就一齊剪落去喎。嚟，三、二、一，剪落去啦！祝 Wow Fitness 生意興隆啦，財源滾滾，開多幾間分店啊！